也是主持原德，以及咱天理道场主持原道法师，以及咱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董事李周成董事，来恭喜所有信众大德以及同修众等，大家新年快乐！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原道及副秘书长原德，祝福所有诸位长，新年大家好，大家恭喜阿弥陀佛！